我今年11岁，我已经练钢琴4年了。很喜欢小叶子智能陪练，是因为每次我弹完，大家都会给我们评分，还有排行榜。如果我已经得了第一名，我就不弹了。那如果我还没得第一名，我还会继续努力弹，还会继续努力弹。小叶子智能陪练在孩子弹奏后打分，在家里就可以和全球的小琴友 PK， 多练一遍分数提高，排名提升能看见，激发孩子的练琴兴趣，让孩子主动练琴。快来和雅加达的小佳妮 PK 争当第一吧。练琴就用小叶子。